每天啊都已经啊。你的右倾这首歌是我每次只要有一些跨国际的演出场合，我就蛮喜欢选这首歌来唱。我记得上次之前也共演是一个跟韩国的一个乐团，他们是国乐，然后也做很多改编，所以我们就选了这首歌去跟他们 fit。后来几次我常自己跟 live 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虽然是客家传统的小调，但我觉得它很有那种很有张力。对，就是我很想要去学。以前的人去唱 Any Haga Go QHJ 的那种唱法，对，就是我一直在那个唱法里面想去学到一些在我自己创作的方法里面可以用的，比如说我自己后来其他的创作像何年何月尝试自己写一个自己觉得自己像山歌的方法写歌，所以像这个年幼心就是我觉得每次我只要这种个人 live 的时候，甚至跟乐团我们就会把它改编的比较 rock 一点点。其实啊，客家传统的歌谣，我已经不晓得知不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转音，那些转音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不容易。以前我们在唱山歌的时候，从这座山呢要传到那一座山去，现在不一样，加入新的元素，可以怎么表现呢？请子萱带来这首《捏油情》，送我们台起噶。当夜路夜路夜夜雨那心路那哎哟盼古回天那多一斤那用泪呀呀盼人啊